四川话有一个方言呢、啊，有一个词叫做巴适跟安逸。那请问你觉得什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特别感觉巴适或安逸？出去玩，出去玩就巴适安逸。那这两个词你怎么定义呢？其实它意思有点差不多，但巴适应该比安逸它的应该更强一点，就它的这种形容。就如果非常巴适的话，那就是，你说英文讲的话就是那种。Awesome, great. 安逸就是 nice. 好，谢谢。